低潮潮来潮往，每个人都有，看你想让它持续多久。我对低潮的定义是失去方向和能量。嗨，低潮其实就是没有存在感嘛。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啊，这地方是国家剧院的后台哦。这个就是让人念念不忘的舞台。过瘾 ，Good。我们换个地方聊聊。低潮，在我的成长过程里面，就把自己丢回剧场里面，重新找到对表演的热情，重新找到自己欠缺的地方。因为你准备不够，所以你无从选择。野心太大，很难选择。你根本不知道如何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充实你应该有的。人情世故只是在那边流动的水，那水是干净还脏还不知道。永远都听到你把底子打好，底子是什么？太多了。等到你长大以后，你就听到另外一个词叫底蕴。蕴这个字是让人万味的，让人可以反复咀嚼的。底子是基本哦，底蕴就是你，它已经酝酿成你个人的气质，带有不同层次的美感跑出来。这样的人就是吸引人的。